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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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我是许魏洲。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这大概是我这一年多以来说过最多的一句话。许魏洲这个名字到底能够给你们带来些什么？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问自己。在这一年里，我发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，拍了电影和电视剧，感受过美好，也直面过质疑，起起落落才更明白陪伴的重量。谢谢你们的出现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目光所及的地方总有你们的身影。你们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事情，正是因为有你们，我才能经受住无数的考验与曲折。彼此的扶持，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好的意义。让我们一起走下去。希望你们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，再多陪我走一段路，一起唱着属于我们的歌。教会我美好和诚，唱